所以今天呢，我就是邀请了一个我的友族的同事来带我去土尔朗嘎维拉。他是走一个 trust basic 的，你哪你走掉吃完你也没有人知，我可以肯定你们那人很多。特别是有马卡尼尼马卡纳。Kedai lain dia tak buat macam ni。我很美耶，其实，因为又有海，然后你背后又是山，所以它这个是透明的，其实还蛮有那个压迫感在耶。大家好，我是 Dickers， 欢迎收看我的很搞鬼频道。所以呢，如果有看之前我拍的那个影片的话呢，应该知道我人最近就是在朗嘎维啦。今天这集呢，我人也是在朗嘎维，算一算的就是我人在朗嘎维的就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啦。然后在这期间呢，也是认识了不少的朋友，尤其是友族的朋友。所以今天呢，我就是邀请了一个我的友族的同事来带我去土尔朗嘎维啦。他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朗嘎维人，在这里应该有20多年的时间。朗嘎维地方不大，对他们当地人来讲呢，已经算是完完全全的摸透了这个地方了。所以我找一个当地人带我出游呢，应该是不会踩雷的啦。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哦，就是由他一手包办的啦。我就是完全关着眼睛，他带我去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对了。顺便讲一下的，这个不是在约会啦哈，虽然他是一个女生，你在不是在拍的对吗？不是约会啊。你回答一下，你不要害死我。所以他笑出来啊，证明他是存在的，不是 P 进去的声音。所以等他来啊，大家。Okay, so this is Akma. So we meet in Langkawi lah. So today dia akan bawa kami pergi tour Langkawi, betul ah? Yeah. How are you? I'm 23 years old. 23 lah. So you sudah tinggal sini 23 tahun kan? Tak. Bukan dari sini punya. No. I start living here from my 16 years old. Yeah. I thought you born here. Tak lah. So dah tadi cakap dengan kamera you born sini. Tak born sini. So you sudah sini agak macam 8 years lah. So I think you quite familiar with Langkawi already. Yeah. So you naik kereta kami? Sure, boleh. Okay, so kami sekali lah. Okay. 有孩子会在里面？没有，车上有人的，车上还有别人，不只是 Jasper 哥，所以不用担心。Okay, 所以我现在上好车了啦，然后从刚才大概这样听，我只能大概猜出个哪里。说吧，你被我阿妈一下。阿妈，你的干真浪，真浪在这干。Yeah. 对，所以啊，你看我真的是不用微笑的，我随便就是等啊，真浪我就是会去那边的。cukup makan ah cukup 方式很少哎，然后现在其实我看到很多人拿了过后是直接拿水的，就是在那边，所以它是自助式的。你看你旁边这些水全部也是可以拿，它是走一个 trust basic 的，因为你不用给钱先，你拿你走掉吃完你也没有人知，我可以肯定里面的人很多，可是我们不是这种人，所以现在要给钱了。Okay, thank you. 其实还不故意意外的，都有跟他当案了。Yeah, 你今天。Okay. 是吧？有让我们来应付。所以入乡随俗吧。所以这是我拿的菜啦。阿妈这个阿爸身上在阿贝sedikit letak。还打算干巴牛菜耶？其实还 OK， 因为我们拿两个食物 ，two milo ice， 15 ice， jumlah 39啊 ，still sangat cheap compare di Langkawi。Okay, so saya makan 啊。Sure. Okay. 阿贝再买干。阿贝再加啦。所以我先试看一个他的sotong。都懂是的哦，所以他就是有带一些他的朋友啦吧，其实我也是认识了的，所以一起来吃。所以这个是牛肉，但是它是酱油煮的。哦，不干了，你 black pepper， 那 black pepper beef， 那不一样，itu beef pun sangat soft sudah lembut ya， black pepper pun sangat sedap， 其实还蛮好吃的，它并不会好像是经济饭，可是它素餐馆的味道并没有，所以然后他讲这个一定是要吃的啦， daging masak asam， 大家打喷那种啊， daging asam。酸的哦，好奇耶！哦，dia macam daging yang cecah dengan sambal and then makan. Saya takut dia macam tak sesuai lah. Tapi bila makan macam oh excited. 它有一点泰式的风味。特别是要 makan ini bagaimana? Kedai lain dia tak buat macam ni. Dia buat sambal asing, daging rebus, lepas tu ambil cecah makan je. Yang ni lain sebab dia masukkan sekali semua. Oh,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买人就是会拿 kicap 这样放着翻翻着吃。Selalunya kalau makan macam tu lagi sedap lah.
普通的烤肠。哦，它的马来菜真的很好吃。那地院长，爸爸 saya pergi mana next station？ Cafe cafe je lah petang-petang boleh tengok sunset。啊，tengok sunset lah， wow， so romantic。OK OK， 所以我们吃完这餐，我们就跟着他带我们下一个。Okay, so second round, dia bawa saya pergi Kinder Car. Sebab saya nak you tengok view dari atas Langkawi. 因为它好像是加一个新东西，加一个红老鹰头，算是比较新的。我自己是去过，应该十年前吧，大学的时候有来过一次。现在讲真的是一模一样啦，只是上面的老鹰不一样。So okay, we let's go. 哇，其实现在哦，这边跟以前不一样啊，现在就是多好多商店哦。没有记错，只是一个售票处跟上那个 Kinder Car， 但是今天好多店哦。Biasa pun ramai macam ni 啊？ Tak, maybe sekarang tengah musim cuti sekolah kan? Ini saya su school holiday， 所以它人特别多，就吓到一下，为什么叫多人？哇，热死啊！还有大概三十分钟，那个汗一直飙一直飙，他已经早早躲在那个凉亭等着了。nampak takut tu， you takut tinggi 啊？ takut tinggi。哎，boleh nampak waterfall 啊？ Yeah。特别有 waterfall， 可是其实不太看得到啦，因为有一点太远了。哈哈，就是远远的那一带。其实哦，我们早上是 planning 先去 waterfall 的，可是早上他就是打电话来讲 waterfall 没有水，所以才没有去。天气太热，所以它的瀑布就没有什么水，所以我们就算去到哦，也不会看到很美的瀑布。早一天我们就是等到下雨还是什么的话，我们才去看那个瀑布吧。哇，很美耶，其实因为又有海，然后你背后又是山。其实兰高威是一个很不错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就是天然很漂亮的资源。Okay, so kami dah sampai. 他有在这边做过工啦，所以有本来 invite as serve VIP 的感度马入门啦。其实你看啊，我背后的这个红老鹰，之前哦看过这个红老鹰，原来是今年在开张，然后他之前就是有在上面开采过啦。因为我上来看到，其实哦它的活动空间不大，就是可以看一个海景，然后我拍给你们看，就剩下一个老鹰。可是他讲上面还有一站，所以等下我们还可以上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多下去的那个新的老鹰头，然后他看是看这个景，看哇。OK， 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着进啦。其实因为它是新的一个主题，所以还蛮多人来排队，就是特地为了看这个红老鹰。对，他这边是要穿这个鞋套的，手机只能一个人带进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啦，可能前面有解释吧。原来是要保护那个镜子，所以它这个是透明的，其实还蛮有那个压迫感在诶。它整个 track 好像是38米长，手机呢也只能带一个，所以我们就给它带。所以进来其实就是一个圈，主要是看这两颗鸟蛋。因为其实这个景哦，那边也是有的看，这个好像是要另外加钱的。如果真的是另外要加钱的话，就好像不太需要啊。没有体验过这种看下面很高的感觉的话，还 OK。OK， so any round， 我都你的落在这啦。对，就真的是来看这个蛋啊。所以然后我们现在下来啊，然后哈，他就是要带我去吃一个甜品啦。You just got me some what to do？ Yeah yeah。Belum makan belum makan。对，所以它是一个冰淇淋店来的。其实它还是有一些 waffle 啊之类这样的东西，但是店员讲最好吃的是这两个。每次我一有东西吃，我就忘记讲话。But how was it？ 但是蛮好吃的。What you order？ It's berry。对啊，我这个是 biscuit， 有一种红糖味是还蛮不错的啦。So nanti bagaimana？ After this？ 我比半袋了。加三大三十八，麦干咩？哎。对，我们就那边接啦。OK， 所以我们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到底是搞什么？南马巴板带灯啊，哈，它这个地方其实还蛮美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商店聚集在这里的。我们的后面就是海，很多游客，这里偏游客居多。OK，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它是带我去非常有 vibe 的一家海边的咖啡厅吧。Okay, kami tunjuk apa yang kami order. Okay, ini Akma ha recommended lah. Mimi King, sini Langkawi punya brand kan? 它是兰卡威的快餐。这里其实很多大口，它的物价都好可怕哦。一个披萨可以去到80多块，我都看到有。所以这里算是比较马来人居多啊，偏游客型的都会来，而且是马来人。因为我身后这个 cafe 是蛮出名的，我记得我在 TikTok 看过。然后我们坐前面哦，就是海景，很漂亮的一个海景，而且现在遇到 sunset 是真的还蛮漂亮的。OK。kami makan lah， 面包还蛮 OK， 炸鸡
也过关了，也过关了。它不是来特别好吃，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价钱，我觉得算了 OK 了，没有得挑。牛肉沙 ，OK。牛肉沙 OK 啊 ，Serasa roti dia OK， tapi ayam dia macam seasoning kurang sedikit lah， dia boleh lagi sedap sedikit， stay pass lah， stay pass。Okay, so hari ni terima kasih Akmal lah ha, buat schedule yang cantik macam ni. So saya rasa hari ni still okay lah schedule semua. But 我觉得 like 好像我已经走完整个Langkawi了诶。Kalau saya tak mau tourist lah, saya nak local ni. Macam air terjun tadi you cakap tu, air terjun pun ada dua. Tak apa, lain kali you baru bawa saya maybe pergi tempat yang memang local pergi. Hari ni ada sedikit tourist sedikit except the first one, the first itu nasi campur ah itu memang banyak local lah. So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就再叫阿妈再带我去真正的Langkawi一些 local 的地方玩。所以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帮我们打开小铃铛，巴哈马。OK， masuk panggil mereka subscribe kami lah. You cakap you panggil. So, kalau nak tahu apa-apa lagi mau detail about Langkawi, kena subscribe dulu lah. Wah, you pandai cakap loh. Okay. 所以再见了大家，拜拜。拜拜。